明天还更高了，我没有走。来到这边才是应该说看完了这边才不想看山吧。来到如果来到黄山，从此不看山。黄山要点去吗？对啊。住在黄山山顶上那个饭店住了两天，那家叫做白蚁。现在可能我是很早以前就去了，那时候上面有两天，那上面晚上好冷。